吃了饺子中国菜还说不好吃，那怎么办？韩国菜好吃吗？韩国的好吃吗？好吃，中国菜也非常好吃，饺子非常好吃。中国人喜欢吃面条，不是 dumpling， 这个饺子。对，昨天我们一起包饺子，对，昨天我们一起包饺子。好，那昨天上午、下午、下午，对，下午。昨天下午几点？昨天下午两点二十分，非常好。那昨天下午一起。昨天下午2:20，我们一起包饺子。对，我们一起包饺子。好，那我们看看保罗一天都做了什么？第三个，来打开书85页。第三个，保罗吃早饭。午饭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下时间。早上。上午。中午。下午。晚上。晚上。早饭。早饭。午饭。午饭。晚饭。晚饭。晚饭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三个，保罗吃午饭。吃午饭。保罗几点吃午饭？12:25吃晚饭吗？吃晚饭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老师说的不对，吃午饭。好 ，Peter， 保罗几点吃午饭？12:25。好，李勇，保罗几点吃午饭？保罗几点吃午饭？10:00。那我们一起来告诉他，十几点？12:00。那25分。好，一起。12:25。12:25。他十二点二十五分吃午饭。好，你们加油。虽然很累，但是加油。午饭。吃午饭。12:25。他十二点二十五分吃午饭。好，李明勇，他几点吃午饭？他十二点二十五分七，对不对？对。